第77届坎城影展于14日正式开幕，红毯上众星云集，吸引大众关注。不过有网友观看了开幕式的直播后发现，巩俐、彭于晏等大咖几乎没有任何特写镜头，反而是一名网红万千惠获得了长达一分钟的镜头，让相关话题登上热搜。万千惠当天以黑白色的抹胸长礼服亮相，宛如公主一般，整体造型十分吸睛。据悉万千惠不是第一次登上坎城影展，今年她是以奖项提名人的身份受邀参加典礼。此外她是中国音乐人三宝老师的妻子，本身也是歌舞剧演员，实力不容小觑。至于为什么他的镜头比知名艺人还要多，有网友猜测可能当天他比较早抵达现场，自然镜头比较多。也有网友认为万千惠的气场很强大，状态不比明星差，加上高颜值好身材，因此获得特写镜头也不会让人感到意外。